护眼月的活动，要到各地来帮民众照顾眼睛做公益。验光师将会搭着焕然一新的智慧巴士出发，车上备有专业的设备器材，要帮大家免费验光，并提供护眼卫教。11月将会前进花莲，为正后的花莲出一份心力，也期盼未来能够去所有的偏乡城镇，为各地的民众照顾眼睛，把专业跟温暖送到每一个。